個課題其實都令我咧就回想起讀呢個研究院嘅時候咧，就個週末就要去嗰個洛杉磯 Wilshire Boulevard 嗰個 Federal Building 咧，就參加啲反核嘅示威遊。咁但係就初初就覺得唔係好了解呢個美國嘅本地嘅 politics 都可能格格不入。但係去到時你發覺咧，就嗰個係個聯合國咁啊咁嘅聚會，即係乜嘢族群都有嘅，同埋有都係外地人嘅參與，所以呢、這個由始至終都係一個 global issue 嚟㗎嘛。咁就 anyway 就用先容許我用廣東話歡迎大家今日出席呢一個討論啦。就嗰題目咧叫做所謂核輻射安全水平啊。咁但係個副題咧就有長嘅一個叫做探討一段專家知識如何捕捉人物與生態的血淚史。咁我懷疑呢個副題咧就係文思偉博士佢好想遷就我，因為我讀歷史，所以我點都要整個史。咁其實唔必要咯，真係冇必要，因為乜嘢都係歷史對我嚟講嚇，普天之下都係歷史嘅。反而其實我好想咧，佢即係喺邊度都好介紹一下同呢個性別嘅關係，因為起碼呢個係一個周三性別座談會。咁咧就又係性別研究課程同埋性別研究中心合辦嘅，咁淨係我哋講兩句合兩句都唔係好夠，咁所以又加上呢個係反核女性主義 at 大學嘅策劃，咁呢個都係女性主義啦、性別啦等等嘅議題有關。咁希望文思偉能夠起碼講講呢個乜嘢叫做生態女性主義，點解？是大地之母而是大地之父，是不是因為女性是有這個生育的能力，所以就因為你生了出來做的生命出來的時候你就要保護她們呢？這個生育的能力，生育的能力就已經顯示了責任，也顯示了一個需要 nurturing 或者保護，不知道這兩個應該講多一點。咁但係我就點解咁樣提咧？就因為文思偉係對於我嚟講，即係好個人嘅睇法。佢係一個徹頭徹尾嘅生態女性主義者，咁而且係始終如一嘅，好一貫嘅，一直以嚟都係我覺得。咁就我仲記得咧，係好多年前啦，就阿潘毅，你知唔知邊個潘毅啦？係嘛？潘毅就同我講啦，老師我以為阿文思偉好後生。好學生，好學生，好學生，佢係好學生。咁我當時聽咗咧，我聽咗之後咧，然後望望佢，然後我知道呢句係 compliment 嚟嘅。呢句因為你知道嘅，年齡咧就會令人所謂 mellow 嘅，即係令人個人會變得隨和啦，溫軟啦，妥協啦，即其實係老成咯，係咪？即係老成持重咁樣。咁佢咁樣講，其實係話即係佢比好多後生嘅都堅持啦，或者都更激啦。咁就亦都令到我哋睇到咧，就係點解後生會比我哋冇咁堅持，或者唔係冇咁強，或者冇咁激，或者有好多嘅，我哋覺得有一種叫做青黃不接嘅，即係慨嘆呢樣係咧，我圈子裏邊咧經常喺度慨嘆。咁其實咧未必係佢哋錯嘅，因為個社會個好多結構咧，令到呢班後生咧為生存咧而掙扎，都唔夠時間。即係喺佢哋 substantiation 之前咧，係有好多行為咧，佢哋唔敢去即係去太過外顯，因為咁樣會造成咧係即係揾唔到食啊，或者被炒啊之類咁嘅，係好殘酷嘅一種現實咯。咁啲老闆就可能覺得，豁出去啦，係話知你啦，過咗海就神仙或者點都好，咁就可以比較外露，比較唔會咁顧忌。咁呢種唔知係咪啦嚇，即係大家可以啲老闆可以分享一下究竟我哋做乜咁堅持，或者我哋做乜？看不到有些什麼就是可以叫做什麼全衣冠的一些
比較壯大嘅隊伍出現啦，係嘛？咁單丁嘅一個如果單打獨鬥，其實係有嘅啦，不如唔講太多啦。咁但係我想提咧，就係嗰個生態女性主義之外咧，我覺得文思偉其實喺呢個搞反核運動之前咧，佢係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咧，佢係喺度批判啲偽知識嘅。咁如果係有接到佢嘅一啲信息嘅時候，都知道佢係好投入去講呢啲咁嘢。咁因為佢係對科學哲學咧就好有興趣嘅。咁睇下佢嗰段介紹佢嘅文字，我唔重複啦嚇，都知道嗰種嘅佢關注係乜嘢嚇？科學哲學裏邊嘅嗰啲風險嘅問題嚇，嗰啲虛偽嘅問題帶嚟嘅嗰種社會嘅危機等等。咁其實牽涉到咧，唔單止係科學哲學，而係科學裏邊嘅倫理啊，即係倫理嘅原則嗰方面嘅某啲這個內容咧，佢係特別強調嘅。咁點解咁重要呢？尤其是你嗰啲所謂科學或者專業嘅知識咧，係牽涉到生命啊，即係你嗰套嘢係牽涉到你點樣睇嘅地球嘅壽命、人嘅壽命。咁普通人都要了解你嗰套嘢噶嘛，因為我生命係交俾你啊，你係一種專家，你要保護，你有責任咧係唔能夠令到我生命受損啊，令到地球咧就係好快玩完啊之類咁。咁係好似一次咁淺嘅，理所當然嘅一啲咁嘅嘢，即係你要公共化咯，你嗰個知識係你要公共化。咁但係咧，我始終睇到好多呢啲用各種嘅藉口啦。令到呢種知識咧變為咧係有少撮人或者係好多叫做咩包裝，令到你唔明係嘛？我成日都見呢個發脾氣咧，就係去銀行嘅時候俾啲經理捉住咧，就講一輪佢嘅基金話俾佢聽，我就拍太台，我話我唔明你講乜，即係我後生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嗰啲理論啊高深得好犀利嗰啲，我就非常之殺冧嘅。但係到我有翻上下年紀，其實都應該係40歲，我唔知話42不話。40歲嘅時候你已經知道嚇，我唔明嘅嘢一定有問題，何況我而家唔止40歲啦。所以你同我講呢啲嘢，我真係唔可以嚇，唔可以理解，亦都唔可以接受嚇，我都唔知道你噏乜啊。經常係咁，咁但係而家就有啲咁嘅情況咧，喺知識嘅嗰個領域裏邊係咁啊。文思偉就係一個勇士，一個鬥士咧，係去對抗呢啲嘢。咁可能大家亦都知道，咁但係我想指出，就呢一點係一個公共知識分子應該有嘅一個風範嚟嘅，強調下公共嗰個責任。咁我記得呢個何春蕊喺一次嘅學術會裏邊咧，係提到佢自己走上呢一條路嘅時候咧，係點樣嘅一種情況。佢話當時我突然間有一個感覺，我一定要做一個叫做有機的知識分子。有機知識分子，如果大家看過Antonio Gramsci 獄中雜記的時候，都知道是什麼，即是你要跟群眾你是要有機的結合。如果不是，你就不如就不要在這個位置，因為你選這個工作，你入這個機構，其實你希望是有個批判的空間的嘛。如果不是，你不要做，你就走去企業或者去其他社會，很多等你可以發揮你嗰個同權力結合嘅一啲嘅能力。咁你選咗呢個咁嘅崗位，你其實係需要你嘅責任，即係你唔單止係 intellectual， 你係個 intelligentsia。intelligentsia 你其實係隱含咗好多關於嗰個道德關於一個嘅倫理嘅堅持，等於社會責任堅持等等。咁所以我就喺度咧就強調下，即係我所理解嘅文思偉佢喺呢一方面嗰、那個。個堅持嘅一啲原因，或者佢自己可以再表白一下。勉力而為嚇。咁就有我諗三段少少嘅，即係小開場白啦。就我諗我今日咧就最主要，因為係咁長一段血淚史啊，我都講唔曬嚇。咁就我用嘅方法係會講一啲一啲故事啦，啲 anecdotes 嚟到去即係説明一啲嘢嘅嚇。咁啊必要時都會用一啲數字嘅嚇。就另跟住嗰點就係想講係我係唔會
巨派被 label 是陰謀論的，我覺得是很多陰謀。如果我們要理解核或者是當代的科技當代的世界，我們迴避說怕人家說我們是陰謀論，陰謀論就是沒有知識的女人在那裡發神經的時候才要講的東西，我不怕的。因為那些所謂陰謀的東西，就是你沒有權力的時候，人家就說你講的是陰謀論，你在猜測人動機。你有權力的時候，你就算講同樣的東西，你就是陽謀，你就是有權力。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就是在切爾諾貝爾的核災之後十年左右，就是一個在回明斯克，即是一個受災區很嚴重的一個城市，白俄羅斯，就歐盟和美國在那裡舉辦了一個哇很厲害的 conference， 個名字叫做 Future Accidents， Future Accidents S Plural 的，擺到明啊，陸續有嚟的呢啲核意外，我哋傾下先。咁呢啲咪叫陽謀咯？我哋甚至聽見我覺得我哋會崇拜呢啲人啊！你睇佢哋幾豪情嚇，咧佢哋對世界幾有未來嘅睇法嚇。呢個其實就陽謀啫嘛。做咩我哋人即係呢個世界係要承受呢啲 future accidents 嚇？即係一之為甚係咪？其可 S 乎啊？咪蔡禮仲嚇。咁呢啲陽謀，但係我哋會覺得係即係呢啲冇問題，因為講出嚟嘅人係。有權力的，我們不怕他講這些話。另外一樣我想講的呢，就是我今天因為剛才葉漢明講到呢，就是我們怎樣提供一些女性主義角度來到去分析一個問題，從而解釋一下這個生態女性主義。我想我不會是很詳盡講這些，但是兜得回來大家會自己去剖析得到那個問題。我只是想講，也是只想講一個事件嚇，呢個事件咧就係、是、大家可能都會聽過有好多次嘅核試嚇，全球喺呢個上個世紀嘅五十年代好多核試就喺太平洋其中一個群島係比堅尼群島嚇，比堅尼即係列序啦，或者你點叫都得啦嚇。咁呢個比堅尼咧就係同啲女人穿的三點式的比堅尼是同一個寸法，同一樣嘢嚟嘅。喺某些人的心目中，點解嗰個三點式叫比堅尼？明明是列序嚟嘅，係咪？喺嗰度放咗好多核彈上去，點解叫比堅尼？同嗰著嗰三點式有咩關係？因為個意思就是話，嗰、那個好勁嘅輕板吹咗 wet 咗你中間嗰橛去嚇。咁你嘅咁係個女人咪好 sexy 咯，係咪？你個女人咪你咁 sexy， 你就好係平常嘅事咯。女人係好 sexy 噶嘛，平常都要係嘛嚇。咁呢個就係比堅尼，我覺得好可怕。咁而另一方面，當美國喺廣島長期落呢兩個原子彈嘅時候，第一個大家知唔知佢嘅代號叫咩 ？Little Boy。第二個喺長期落嘅 Big Man。Fat Man， 是一些代號來的。那些比堅尼 Band 炸到黐肺那些呢，就是你的 sexy 的女人沒有了佛露出個肚皮給人看。那這些 Little Boy Fat Man 之餘呢，就當然第一個核試即是未釘落港島長期之前，就是在新墨西哥去美國試一下先。那個代號是什麼呢？ Trinity 更厲害，就是聖父聖子聖靈，就是結合了在他們第一個核爆這個偉大的科學的成就那裡。那你可以知道裡面那種就是當你有權力的時候，這個權力就透過你的科技來去表達的時候，那種的可以去到那個自大，以及你那個對人的壓迫是完全覺得是理所當然的。這個不是女性主義的課題，這個是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就可能我快少少咁去講下我今日要想講嘅嘢嚇，我唔知講唔講得曬，我盡量啦嚇。
咁啊，首先真係為唔為要阿明都好啦嚇，即係為咗請教佢啊，講下歷史先唔該。咁歷史咧就我因為有啲屋史俾大家可以，大家可以跟住嗰度睇睇嘅嚇。咁首先我就想講講咧，就因為呢個核咧嚇，我今日都冇分核電啊核同埋呢個核武啦嚇，一樣嘢嚟嘅啫喺我心目中嚇。咁同埋喺有權力嘅人心目中亦都係嚇。咁點樣開始咧？啲核彈就係呢個所謂即係。因為認為德國可能都會做咗呢個核彈，所以咧就阻止咁邪惡嘅勢力向呢個全球嚇再做操控，於是就有斯林呢一個科學家啦，就同愛因斯坦爭下，咁然之後佢哋寫咗封信俾美國當時嘅羅斯福總統，就話不如我哋做啦，我哋做咗個原子彈就可以阻嚇德國啦咁嚇。咁但係呢個係1939年開始，咁羅斯福同意就有呢個所謂Manhattan Project 嚇。Manhattan Project 開始咗其實唔係好耐嘅啫，咁就其實咧都知道德國其實並冇呢個能力嘅嚇，咁並冇呢個製核彈嘅能力嘅，咁所以佢一個做法就係收工啦嚇，咁你咪可以收工嚇，但係唔會收工嘅呢樣嘢嚇，做得咁高興，咁啊當時只有一個科學家咧係知道呢件事之後離隊嘅嚇，呢個係即係被應該係被視為最有道德嘅人嚟嘅，你話佢離咗隊，但係其他人繼續去做呢個咁。令人興奮嘅大 project， 呢個大令人興奮嘅大 project， 今次為邊個而做咧？唔係為希特拉，唔係為對抗希特拉而做啦嚇。咁就都唔好理啦嚇，照做。咁照做嘅過程之中，一轉眼就去到呢、這個即係講講呢個1941年啦，1941年就珍珠港啦嚇。咁珍珠港即係所謂日本突襲美國嘅珍珠港之後，美國就即係加入戰爭啊嘛嚇，正式加入戰爭向日本宣戰。咁但係咧呢、這個嚇、就當然亦有唔少嘅，你可以叫陰謀論嚇。咁、其中咧係有一啲嘅證據嘅，就例如咧喺珍珠港應該係12月嘅，喺當年嘅8月咧就有個有個日本嘅特務就由貝爾帕斯特就寄即係 send 咗一個都唔知電報定乜嘢咧，就翻東京就話佢收到信息咧，即係截到人哋嗰啲。嗰啲秘密嘅信息咧，就由英國丘吉爾咧，就係 send 過去俾布爾帕斯特，就話咧美國將會同日本打仗嚇，佢點知？點知？咁除非一個解釋就係話珍珠港其實唔係一個 surprise attack， 係一個係你點樣係令到美國嘅人民去支持政府向日本宣戰咧？就係、是。一個 surprise attack， 日本咁忽然間去唔宣戰而打炸我哋嘅軍港，係咪令到人民興起嚟？咁你嗰、那個跟住落嚟嗰個宣戰係好理所當然嘅嘢咧嚇。咁啊，咁但係咧嗱，我想講又唔係話呢件究竟係真事假事，因為我哋而家冇辦法知嘅，冇人係有辦法知道嘅嚇。呢、這個咁嘅電報存在，因為有關嘅文件，丘吉爾係宣布75年封密嘅，未到啊。41加個幾年啦嚇，但係我覺得佢最大嗰個問題就係到時已經冇人係會關心，算啦係咪？過咁多年係話知佢係美國或者係盟軍整出嚟嘅一個 surprise attack 啊 ，surprise attack 還是真係嘅，即係日本嘅一個 surprise attack 啊？到時仲邊有個邊個會去追究咧嚇？好啦，咁啊由呢度講起嚇，咁就去到轉眼啦嚇，44年。個勢嚟睇，日本都係輸緊嘅嚇。就而家佢國內要醖釀嗰啲人想投降嚇，咁啊，咁當時嘅喺美國做緊核彈嘅科學家就會覺得，咁仲好唔好掟啊？呢個彈仲好唔好掟咧？不如咁啦，不如係warning 有 warning 先嚇，譬如。即係你關下日本啦，因為嗰陣時德國都唔會掟去德國㗎啦，佢點會掟德國？點會掟個核彈喺歐洲嘅中間？係咪掟咧掟日本㗎啦嚇？大家知點解啦嚇？咁好啦，咁掟唔掟日本咧？佢掟 warning 先啦嚇，警告佢先啦。咁當時咧就聽聞咧嚇，就應該係呢個羅斯福同埋丘吉爾咧就有一個memorandum 嘅，就話好如果係掟日本咧，就俾個 warning 先。即係話你仲唔投降，我就掟啦咁樣嚇嗰核彈，即係因為唔係搞講笑，唔係掟隻臭雞蛋俾你喎，係咪？咁就但係呢個 memorandum 咧就失咗蹤嘅。
咁就有關嘅佢嗰個叫做 War Minister 嚇，嗰陣時設咗個咁嘅部長位定咩位咧？就話我唔知擺咗去邊啊，即係唔知擺喺邊嘅結果係咩咧？唔知擺喺邊就話喺五月嘅時候咧，應該羅斯福死嘅，又係 Truman 杜魯門接任美國總統嘅嚇，佢從來未見過呢個 Memorandum。OK， 咁然之後跟住落去咧就四五年嘅五月。31日咧，應該就喺希特拉自殺，就六月德國投降咯嚇。咁呢個蛋如果要投去邊就好明。咁當時啲科學家咧就開始驚，即係自己做核彈嗰啲。咁佢哋有六啊幾個人咧，就六啊七個咧，包括斯倫第一個最驚嘅，因為係佢自己話要做呢樣嘢，就寫信俾總統就話一定要有 warning， 一定要有 warning 嚇，佢投降就唔掟啦咁。咁但係咧個勢已經去咗啊！呢一班咁嘅科學家係被視為異端啊嚇，佢哋封信亦都達唔到呢個杜魯門，就俾佢自己嘅 Hadron Project 嗰啲頭頭抹殺咗嘅嚇。咁後屘就所以搞一輪之後啦嚇，就係唔止冇 warning 嚇，而且佢哋希望話如果你掟去一個日本嘅外圍啲嘅軍事嘅地方，一軍事港口也好，什麼也好，一個島嶼嘅軍事設施嘅嚇，而唔係係掟去港島，一個係人民居住嘅地方。呢個係8月6日，3日之後再掟長期，亦係人民居住嘅地方。咁使唔使掟兩次咧？咁你話我未投降啊？咁係可能。即係回唔過神未投降啊，係咪？即係忽然間發生件咁嘅事，因為係根本冇安寧嘛，咁從來唔知有一個咁樣嘅殺傷力嘅一個原子彈嚇。咁就好啦，咁你話6日同9日有咩分別咧？一個係輕彈，一個係不彈 ，uranium、plutonium。最好嘢做乜咧？就比較作用咯，睇下兩個炸彈造成嘅殺傷力嘅比較。OK， 咁啊比較啦嚇。咁嘅比較咧，就根據我依度嘅講法落去啦，就係、是、比較完咧，就梗係要上岸睇睇啦嚇。上岸睇咧就係、是、當日咧就已經有啲外地嘅記者，例如澳洲記者已經上岸，但係咧後屘佢好快趕咗佢，因為美軍登陸啦嚇，即係呢個港島長期佢登陸嘅時候咧就話要佢哋接管嗰個地方。佢接管嘅地方其中一樣嘢咧就係佢哋去即係點樣？佢哋去壟斷咗呢個新聞報導。咁我哋今日咧嚇，今時今日幾廿年來咧，我哋睇有關呢個港島長期嘅原爆咧，所謂嚇嘅新聞片啊嘅報導啊嚇，都係當時主要係一個紐約時報嘅記者。咁我呢度都有講㗎，佢咧就係叫呢個 William Lawrence 所做嘅。咁全球都跟佢嘅，即係最早嘅啲澳洲記者登咗錄影嗰啲相，嗰啲不成氣候嚇。咁於是大家喺呢個新聞報道入面見到嘅係乜嘢呢？一片除緩嘅泛瓦，但係入面冇人嘅，啲人喺入面咩情況呢？冇人見過，冇人知。總之就係話好勁嘅炸彈，炸到除緩泛瓦一片，乜都冇曬嚇，即係建築物上人呢？唔知點咁大家可能都有少少常識，當時嘅人都會知道有個輻射嘅問題啦。於是大家咧就會見到啦，呢個《紐約時報》嘅報導嚇 ，Low radioactivity in Hiroshima ruin 嚇，定咗調，定調嚇。咁呢位記者咧，其實佢做一連串廣島嘅長期嘅報導嚇，即係領導全世界都係轉載佢噶啦，俾到呢個咁嘅圖像出嚟。佢咩人嚟啊？佢咪記者咯嚇。紐約時報嘅即係當然好嘅高級啊，好有位置嘅記者咯嚇，仲因為佢呢段報導，佢攞咗美國嘅個新聞嘅個普立茲獎。幾年前就其實出咗呢本書啦，我寫呢個 Greg Mitchell 嗰啲 Atomic Cover Up， 就係話俾大家聽，其實佢係收緊美國政府錢，佢並唔係一個獨立記者嚇，咁令到好多攞咗普立茲獎嘅人話唔該，我掉翻個獎唔要啊！如果呢個人攞住呢個獎，太污糟啦！咁但係咧，已經造成咗一個咁嘅報導嚇，大家對呢個港島長期或者原爆嘅理解就係一片退緩大範圍入邊咧，啲人唔知點啦，都要死咁啲啦嚇。咁但係咧就冇輻射嘅問題嚇，都相當安全。
好啦，跟住咧就，但係呢個安全嘅講法係要有科學嘅跟進嘅嚇。咁啊，科學跟進咧就係跟住落嚟嗰個 ABCC 嚇。ABCC 就係 Atomic Bomb Casualty Commission， 你 committee 啊 ？commission 我成日撈亂啊。咁咧呢一個咁嘅組織咧就係、是、自此就係亦都係壟斷咗有關廣東長期嘅所謂輻射嚇嘅對人民嘅健康嗰個研究。咁直至呢個1976年咧嚇，1976年佢就改名叫 RELF 啦，陣間我哋可能講多啲啦。咁但係呢個 ABCC 咧就直至呢個1976年先至係交翻去美日去共同做呢個研究嘅嚇，一路咁多年咧嚇，由1950年成立，就全一路係美國係即係睇住嘅。咁美國咧咩睇住咧，梗係好學術嘅呢啲嘢嚇，學術咧就交俾呢個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啦嚇，美國嘅呢、這個。下的當然佢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即係差不多是譬如咩國家科學院咁樣咯嚇，咁去睇住研究進行研究嚇。而咧呢、這個 NRC 咧嚇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咧就負責係咩咧？就一路去publish 呢個 BEIR 係乜嘢咧？就係、是、呢個 Biological Effects of Ionizing Radiation， 即係其實就睇住呢啲係輻射對人嘅影響。有冇造成唔安全咧？咁啊，還是係幾安全咧？咁佢一路出嘅，陣間我就會同大家分析一份咧，就係、是、佢最新出嘅一份文件嚇，就 BEIR 佢嘅一啊二啊三四，佢最新出嘅就七。陣間我同你大家睇下最新佢有咩説詞對於輻射對人類嘅影響嚇，核輻射。好啦，咁我而家講講咧就係、是、呢個 ABCC 嚇喺1950年代開始做嘅一連串嘅呢啲喺廣島長期嘅。輻射對人類的健康的影響，他用的 methodology， 這些後來的一些獨立的科學家就將他的問題全部整翻出嚟，但是不要以為他有這些問題，因此後來有改變。我可以跟大家講，是一路沒有改過，而最新出的這本的 BEIR 呢，沿用這些這樣的錯誤的 methodology， 有問題 的分析，一直至21世紀。而整個所謂輻射安全水平的即係已經劃喺邊度啊嚇，即係整個計算啊，就係、是、基於嚇全球，就係、是、基於呢個 BEIR reports， 就係基於呢啲 ABCC 後來嘅 RELF 嘅研究。好啦，最初步嚟睇，佢有啲咩問題咧嚇？佢係1950年成立嘅，已經過去咗5年啦。五年之內經過咗呢個原爆嘅。一個 shock 啊嚇，唔淨止係身體，整個心靈，整個成個社會解體嚇。然之後身體有啲咩疾病嘅，當然乜嘢都出曬嚟啦，係嘛？都死唔去嘅人係咪超強？你揾班咁嘅人嚟到去研究，係嘛？呢班人如果你想研究稍低劑量嘅輻射對人類健康嘅影響，呢班就唔係研究嘅對象嚟嘅，因為佢哋身體超強，尤其是對輻射，都冇死得。是咪？首先不啱，選 sample 錯。第二，佢當年咧就係話佢由1945年開始計，10年內嘅 cancer 唔計，因為佢話 cancer 咧有10年嘅潛伏期嘅，除咗白血病同埋嗰個甲狀腺 cancer， 其他啲都唔計。咁但係如果你身體本來個人係比較弱啲啊，或者咩啊，咁你10年內完全可以引發嘅，係咪？點可以話唔計唔計？總之佢就唔計啦嚇。咁並且咧就計嗰啲咧嚇，即係10年後去計嗰啲咧嚇。咁佢都仲有啲又有啲咩問題出現咧？就係話佢點計咧？就係要呢啲人啊，即係嗰啲死剩咗嘅啦嚇，就你自己每年翻嚟即係 report 下你自己嘅身體有咩問題嚇。咁嗰啲人有時走得嘅就走嚇。咁而且咧呢啲嘅叫原爆嘅受害者叫Habakusha 嚇，佢哋係好被日本嘅社會歧視嘅，但係佢哋鬼唔得想隱瞞自己嘅身份，仲到處真係或者每年翻去嚇，或者佢已經搬嚟咗廣島，每年翻去提醒大家我係嚟自廣島嘅咩嚇，係唔會嘅嚇。咁所以咧係只係某一啲人佢會翻去，而且咧你翻去 report 你身體嘅問題，但係佢冇 medical care 嘅，話知你，哎呀我已經病得好慘啊嚇咁。咁所以你有幾多人會翻嚟講咧嚇？咁何況翻嚟講，例如
一個女人佢生咗好多次，有流產好多次，生嗰啲有問題嘅細路，佢會唔會講咧？都唔整止話日本嘅文化嘅問題係咪？一般係咪我哋咁樂意去話俾啲唔知咩坐喺度嗰啲科學家聽？哎呀，我又流產幾多次啊？我又生咗個嘢出嚟，即係生隻手嘅或者咩嘢咁樣嚇？咁呢個可信性啊，即係大家都可以想像嚇。咁而且呢個所謂 problematic control groups 咧，就係話，好啦，咁你想睇下受到幾多輻射影響嘅人，同埋其餘嘅嗰啲嘅即係冇受到嘅嗰個 control group 嘅 health effect 嗰個影響。那個 control group 有很多時候你就畫條線在這裡，喂，他在旁邊而已，那他就撈了一些真的沒有受到 radiation 影響的，還有一些其實受到一樣的 radiation 的影響，是吧？你落場雨在旁邊，旁邊的更強一點，是吧？繼續如此塵下去嘛，那所以就是一個這樣的情況。好了，最後其實不是最後的，還有很多很多 methodology 問題，我這裡只是說不多，是不是丟了一堆，丟都可以的。嗱，呢啲嘢唔係我噏嘅，就係一個其實係美國嘅一個推動原子能嘅機構入邊嘅委任嘅一個科學家，係阿 Goffman， 佢自己喺幫佢再分析呢啲嘅研究嘅時候，佢發現嘅嚇，佢發現嘅，發現咗之後咧，梗係有錢你佢重新再分析過嚇，咁跟住咧佢就冇分力，跟住佢就冇個位坐，佢就成為一個俾人即係永久 blacklist 嘅一個科學家。科學就是這樣做的，如果你說真話就是這樣的了，那我稍後會講這些科學家 的一些事蹟。三十多四十歲以上的人的資料丟了，因為說第二天到他死的都不關事，這樣也可以是吧？ OK， 接著下就是好了，接著我講第二個題目呢，就是講這個所謂核武核電怎樣一起來了。以上講的就是這個核武啦，核武。咁但係咧，就喺全球嚟講咧，好快咧，呢個咁好似好得人驚嚇。事實上點得人驚，其實冇人知道，因為你睇唔到個圖像，啲人民點樣去受苦啊嚇嗰啲咁樣。咁就但係都係恐怖啊嚇，咁係武器嚟嘅，話曬都咁。全球都希望和平啦，打完兩次世界大戰嚇。咁咧，於是又有一個口號提出，就是 Atom for Peace。如果頭先你記得頭先嗰段《紐約時報》嗰個報導，已經開始講，係一掟完嗰個核彈，佢已經講啦。誒，唔係淨係 destruction 嘅核彈係嚇可以建設世界嘅咁樣嚇，咁啊嚟建設世界啦，就係呢個所謂 Atom for Peace。Atom for Peace 咧係嗰陣時已經到艾森豪總統啊，美國嘅嚇，就1953年佢喺聯合國嘅 General Assembly 上邊做一個演講，就係話我哋美國向起碼盟國啦嚇，向世界開放我哋嘅核嘅技術嚇，就發展呢個 Atom for Peace， 咁啊即係做核電廠啦，可以嚇核電廠發電，核發電嚟做咩咧？令大家嘅生活水平提高，令呢個走上現代化，令呢個消費力提高等等。咁啊，全球都係即係向呢條路走噶啦嚇。咦，我好似漏咗啲好重要嘅嘢喎，唔好理佢。係啦，咁咧就於是咧，佢就呢個 Atom for Peace 就推出嚟啦。咁啊，個國家都係接棒啦嚇。咁但係其中咧，就我想講日本做一個例子嚇。我冇辦法講得咁多國家，我講日本做例子嚇。咁日本係一個好，即係其實一個好你都唔知點講係嘛？佢掟咗兩個原子彈落去佢度，然之後佢就咁樣高速大規模咁發展核電。這個是要來蓋住核能的可怕性的一個最好的一個策略，是不是？那怎樣做到出來呢？這個現代化消費主義的思想是一定要在這裡，一定要大力宣傳，就是你要核能這樣登陸你的地方，而是全面不見歷史，一直往前走咁樣發展咧，係一定要嚇。咁所以我呢度咧就係話，佢其實咧係同消費主義同時著陸嚇。咁啊講其實就有一個人物做代表啦嚇。咁我次次講到呢樣，我都要揾佢嘅嚟嘅啦。咩太郎啊，精力松太郎嚇。呢個人咧就如果你熟悉日本嘅人咧嚇，咁佢又有啲良心嘅，每講起呢個名咧就將會變咗係。正乜乜太郎㗎啦
咁呢個人咧係咩咧？佢係日本二次大戰嘅時候一級戰犯嚟嘅嚇。咁喺美國咧就喺兩年佢坐踎咗兩年監，就將佢整出嚟，然之後咧就全力交俾佢發展核能嚇，核能啦，呢個和平使用啊嚇。咁與此同時唔可以話誒、哎、我核能啊咁樣，因為人哋仲有心陰影嘅嘛嚇。咁佢就咧擁有東京電視台，擁有讀賣新聞，擁有呢個巨人棒球隊嚇，呢啲咁令大家開心嘅嘢嚇。諸如此類就做到很高級的大臣，咁所以你可以從他一個人身上你可以見到，你係冇呢個特系力的宣傳、電視、新聞，當然仲有一些配合住發展的科學的教育啦，崇拜科技的教育啦，唔好質問權威的教育啦嚇，諸如此類，唔好質問科技權威，尤其是嘅教育啊，咁就一齊著陸嚇，咁就係咁樣發展嘅。咁所以你話點解有地方會食咗兩個原子彈，佢仲會高速成為世界第三大使用核電嘅國家咧？好啦，咁啊日本呢個睇睇啦，就係、是、對唔住啊，即係我啲技術咧真係差，只需要大家睇到咧有七個字，就係一二三四五六七嚇，七步七呢七步係咪啊？由開呢個油礦出嚟嚇，一路到最尾係所謂永久處理。所謂永久處理這個核廢料，中間你怎樣去做那個燃料棒啊，怎樣去將它又變氣體又變液體又固體又什麼這樣搞來搞去啊，那又要 再提煉啊，什麼什麼什麼，不要理會，黑蒙蒙看不到，但是核能和核、這個核電和核武有七個共同的製作程序，你說多好呢？我就在這裡猛做核電，是不是我沒有做核武啊，不過呢舉到過呢邊咧就係核武嚟嘅，舉過嗰邊就係核電廠嚟嘅，共同嘅嗰啲程序。好啦，即係詳情等我冇黑掹掹嘅時候再講嚇。咁就好啦，跟住係呢個咩咧？係啦，咁我又用翻日本嚟做一個例子咧嚟講，即係究竟啲核能核呢個核電核武咧喺度搞乜鬼咧嚇？咁你睇唔到黑掹掹啫，但係呢個日本呢個例子就比較睇得清楚。咁我呢個係引自小出語章呢本書嘅，即係我將佢啲文字變成一個圖啦嚇，就係、是、核電是騙人的嚇。我啲合文咧陰謀論。咁咧就日本嘅情況咧就係咁啦嚇。咁佢有喺而家關閉之咁多之前咧，佢有五啊四個呢個反應爐嘅嚇。咁有兩個啊廢咗，即係老得滯嚇。咁啊～咁呢54個啦嚇，咁啊一路喺度做，每一路喺度生電啦，生電就出咗好多啲核燃料棒，核燃料棒就一般我哋話講呢個核廢料，高階嘅，即係最毒嗰只咧嚇，就係生電一必然會產生嘅，你自己用唔曬入邊嗰啲嘢，而且佢產生好多嘅啲所謂核素出嚟，係高度嘅輻射放射性。好啦，咁點咧？於是佢就將佢拎去呢、這個如果係將佢拎去再提電廠。就將入面剩下很多啊嚇，絕大部分都是呢個铀二三八嚟嘅，剩低嗰啲嚇，即唔係剩低嗰啲啊，即係铀啊，铀入邊咧铀二三五就係要嚟發電嘅，但係一個即係你掘啲铀礦出嚟咧，絕大部分係铀二三八嘅嚇，铀二三五只係佔0.7%嘅啫嚇，咁剩翻呢啲咁樣嘅嘢喺度咧嚇，咁已經用咗啦，但係都剩咗好多呢啲喺度，咁要嚟整乜咧？於是咧就如果你能夠將佢變成呢、這個不二三九，佢充型二三九就是做核武嘅原料嚟嘅嚇，就係咁嘅咋嚇。咁有好多人話俾你聽，唉唔得嘅嚇，即係啲好高科技嘅，唔係一般做得到嚇，咁又唔係咁難做得到嚇。咁總之咧就係可以咁做咁，但係日本打完仗，佢又簽過紙話佢不再發動戰爭，同埋佢唔做核武噶嘛，係嘛？佢簽咗紙噶嘛。所以呢條路行唔通啦，起碼喺表面上佢仲唔能夠，佢就係話我攞住呢啲45噸啊，而家又係做核武唔得㗎嚇。點解45噸咧？其實當然唔止45噸啦，幾十年來積埋，因為咧有好多係一路喺英國啊、法國啊嗰度去幫佢再提煉嘅嚇，再提煉完俾翻佢嘅都咁啊，有啲儲喺度啦咁樣啦嚇。咁有冇賣咁啲俾英國、法國去做核武啊？咁呢個唔知啦嚇。OK， 咁咧就於是咧日本咧其實咧佢唔做唔行得呢條路，於是佢話：誒唔怕，我儲埋咁多呢啲嘢咧嚇。即係啲日本而家仲未做到出嚟嚇，即係佢仲未有呢個 reprocessing 啊，再提煉呢個技術嘅嚇，所以我要打咗個 question mark。
咁但係咧唔怕，我可以攞發電啊嘛。但係如果你攞佢發電咧，你就要有一種特別嘅唔係一般嘅爐啊，即係唔係一般嘅反應爐嚇。一種咧就叫做快速增值反應爐 （fast breeder reactor）。呢隻嘢咧就係好多人驚嘅嘢嚇，得閒先同大家講嚇。佢唔係用一般水咧可以 cool down 嘅嚇，佢係用 sodium 嘅。sodium 咧就遇到水咧，遇到就會爆啦嚇，即係遇到空氣又會燃燒啦，諸如此類嚇。但係佢一隻咁嘅爐嚇係可以用plutonium 239嚟發電嘅，兼且咧嚇佢自己咧亦可以將有uranium 238直接化成plutonium 239，然之後發電啊！即係理論上嚇好勁嘅嚇。咁日本咧就有一個叫民樹反應爐，就係呢只 fast speeder 嚇，但係做咗幾十年都做唔到出嚟，係好危險，好多意外，唔止佢，全世界都做唔到。呢個係要嚟話俾大家聽，核能啊！好好噶，佢係點啊 ？sustainable 嘅能源，因為用完嗰啲廢料又可以再用啊嘛。咁用完又再用，用完又再用啊，咁咪有礦雖然有限，但係用住就無窮啊。呃你嘅啫，從來都仲冇做到出嚟呢個嘢嚇，好危險嘅嘢擺咗喺度。好啦，咁既然做唔到啦嚇，咁要嚟做乜咧？喂，頂住先嚇，就將咧整到出嚟嗰啲 plutonium 239咧嚇。就再加翻啲 uranium 235就係普通發電廠用嗰啲啦嚇，整埋一隻咧叫 mixed oxide 嘅燃料。今次福島入邊嘅第三號反應爐咧，就係用呢啲燃料。嗱，呢個係好危險嘅嘢，點解咧？因為嗰啲反應爐本來就係俾你用 uranium 嘅，你而家就整咗隻 mixed oxide 落去，佢都唔敢用咁多 plutonium， 因為係好危險嘅嘢嚟嘅嚇。但係本來就不是設計嚟咁樣用嘅，咁嘢用住先嚇。咁其實咧，你造成嗰個假象係最重要嘅，就係話我不斷咁循環使用嚇。咁然之後咧就日本咧喺呢度清心嚇，即係都係今次大地震嘅影響嘅地方啦，就搞緊一隻完全用曬 MOX 嘅反應爐嚇。咁又好似未搞得出嚟，好在好啦，咁啊搞啲咁嘅嘢。咁其實搞啲咁嘅嘢，大家睇下咧。搞咁多其實係搞唔到咩嘢嘅所謂循環使用嚇，咁個核武咧就不斷喺度製造出嚟，雖然唔係日本嚇，但係日本有個紅部長會講嘢嘅嚇，大家睇下下面嗰兩句咯。Heavy nuclear plants 已經 show 到啊，係日本可以做 nuclear arms 夠啦，係嘛？咁咪得咯，我咪儲呢堆嘢喺度咯，我隨時就做俾你睇。咁所以咧呢句嘢咧嚇，亦所以直逼上面一嗰度啦嚇，即係 Part One 嗰度咧，阿杜魯門嗰句嘢嘅嚇。杜魯門掟完核彈之後，佢咪話咯 ：Now I have a handle on Uncle Joe。邊個 Uncle Joe 啊 ？Joseph Stalin。掟完之後話：你話嚇你掟日本，你關 Uncle Joe 咩事？從來都唔係為咗日本投降而掟。日本嗰時已經投緊降㗎啦，從來都係為咗。他要同在美蘇的冷戰之後有一張黃牌，但係呢張黃牌是多餘的，是冇意義的，因為1949年蘇聯都做出嚟，咁但係咧就唔方唔有意義啊，對我哋全球的人同埋所有嘅生物都好有意義啦嚇，於是就不斷嘅軍事競賽落去啦。好，咁咧就呢啲講到和平機悲憤嚇。大家看看啦嚇，唔講啦。好，第三就係呢個核試啦嚇。